说此德号一生成念，智德成就满足啊。这个你得的利益得的好处啊，众祸皆转啊，无论造作什么罪业，统统都转过来了。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啊，那有些人说，我念佛念了好多年了，为什么我的业障还转不掉呢？你把这个经好好念念，注解多看几遍，你没有做到智信，你的那个心是半信半疑，你的那个念里头掺杂很多杂念，功力不纯呐，你没有得到感应呐。你如果是智信成念，肯定效果不可思议啊，你会有感应啊。十方三世德号之本，一切德号当中的德号，故曰德本呐。啊，你要认识，认识啊，你才能够对他重视。你不认识啊，你对他不重视。这句阿弥陀佛，三岁小孩都会念，有什么稀奇啊？他不知道，不重视。啊，真正了解了，对这个名号就非常重视，宝中之宝。啊，听到这句佛号，念这句佛号，叫如获至宝啊！断烦恼，消业障啊！一点都不假了，你的业障消不了，烦恼没断掉，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啊。信他念跟不信他念效果不一样啊！你有一分沉浸，你得一分利益；你有万分沉浸，你得万分利益。这个话印光大师讲的啊，我们今天对于这一句名号啊，要万分的沉浸啊。我们得到的利益是圆满的，不能掉以轻心呢。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